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系一路啊，今日继续喺翻 Leicester 睇呢一个 Ballot Home 嘅示范单位。今日要睇呢一个即咧，就系属于六房嘅示范单位啦。我哋而家先睇睇个 floor plan。呢一间屋咧，虽然就系话六房嘅，但系其实我睇过呢个示范单位咧，佢最尾咧系开咗七间房出嚟嘅。至于个价钱咧，都几吸引嘅，开价咧就42,900英镑左右啦。但系发展商咧，亦都会送翻14,400英镑出嚟，系做翻 incentive 嘅。另外仲有一啲厨房嘅 upgrade 啦。地板、地毡嗰啲都系送埋嘅。不过呢一间屋咧，虽然就系六房至七房，但系佢实质嗰个面积就唔系好大嘅，因为佢比较系窄身同埋长啊，同埋佢又有三层咧，所以每一层个空间咧其实都唔系太大嘅。我谂呢一个示范单位嗰个好处咧，就真系啲房比较多，同埋佢有几个套次。讲真，而家啲新盘咧，就真係比較少有六至七間房嘅，所以都吸引到我嚟呢度咧睇一睇個示範單位，順便拍拍俾大家睇啦。
屋就睇到呢度先，我哋而家睇埋周边嗰个环境。首先就东起啦，呢一区咧就冇东起嘅。至于 Leicester 呢一个地区咧，其实有超过50% 咧都系有色人种嚟嘅，但系佢呢个位置咧就都系绿色区，屋外嘅环境都可以嘅。至于个犯罪指数咧就高于个平均数嘅。个水质咧就唔系软，亦都唔系硬水。至于佢嘅位置咧，如果由呢个屋苑咧去翻 Leicester 个市中心咧，就大约系10分钟车程。去伯明翰咧就大约1个钟。好啦，今集个时间就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